好，欢迎回到我们的 Q&A 时间。那这次呢，是欢迎我们的一班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等一下想要问的问题，然后让他帮我们讲解一下。对，那其实前面就是我们刘赫老师是有提到说，我们看重学测方，学测呢就是会有哪些能力那些之类的。那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大一新生要进来嘛，他们其实会比较重视。就是未来学弟妹会比较重视说，就是他们想要，就是加强哪方面，就是他们的面试资料那些备审啊，就是他们可以注重哪些方面，然后可以让自己的录取率可以提高，或者是到时候面试的时候也会比较好发挥这样。对，可以请一般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好，那我就这个问题来回答一下，就是说。现在我其实也是在这几年内看了不少同学们的一些你们的备审的资料，那我发现大家目前有一个倾向，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我要有很多的课外活动，或者是我要有很多的获奖，或者是我要有很，就是我可能要参加各个层面的一些不同的的演讲啊，或者是去听音乐会等等，以便让我自己的资历看起来很丰富。那这个当然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你很多元，你展示你的兴趣很广泛。但我觉得可能对于老师们来说，尤其是哲学系的老师来说，比较重要的可能是深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重视广，但是没有重视深度的话，那是有一点可惜的，因为整个哲学的核心的议题正在于认识自我，那我们从这些很浮面的很多元的资料里面，我们其实很难看到自己是什么。那如果说对老师来讲什么东西比较重要，其实就是我们也想要看到你是谁，那你真正在乎的是什么。那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会建议同学们，也许你可以选两三样你真的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发展得很深，譬如说不管它是一个报告或者是它是一个作品，都能够展现这个作品的深度。那这个对于考试，尤其是书审嘛，是比较有利的。那这个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哦，因为其实像昨天呢，就是慧蓉老师有提到，就是因为我问他说，那如果我有特殊才艺，那这方面会不会让我加点分？然后他说当然 OK， 就是因为你是特别喜欢，所以说就是你会特别专注在这个上面嘛。那其实你既然你不只是学哲学而已，就是你要可以借由其他的事情来，就是让自己沉淀一下，然后可能更好的探索自己。因为你可能学哲学学到一半，好像学不太会，那我去跳个舞，那跳个舞是不是就好像懂了一些？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会比较推荐说，你有那些很多的层面的才艺吗？对，其实有没关系，但是可能就是要特别 focus 在某一层面上，就是不要太多，因为太多反而就会杂，然后可能就不知道如何去选择，或者是就是从何去发挥这样。就是我们会比较喜欢那种，很算是特别的。比较专一吗，或者是就专注在某些事情上的未来的学弟妹。好，那刚刚讲的其实是书审跟就是面试资料那些嘛。那我进来我会有哪些资源可以选择，就是像哲学这样，因为大众听起来其实哲学感觉好像资源没有很多，因为尤其文学院嘛，文科，然后感觉就是未来是也不太好就业之类的。对，好，这个应该有，这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就是到底我们学校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源，那特别是针对哲学系学生的。那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因为事实上如果说我们比较各个学院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文学院通常是最省钱的，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我们不需要什么样昂贵的那个设施，那我们也不要求买很高级的，很最先，我们也不追赶那个最先进的器材。那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书。那恰恰好，东海哲学系是一个在民国六八年就成立的一个老字号的一个系所，所以我们的藏书非常的丰富。不管是在图书，我们有很棒的图书馆，那个环境很好，里面的书也非常丰富。在我们自己的系上，我们还有系图，对，那里面的藏书也非常的丰富，尤其是有各式各样的期刊。就像刚刚方宇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反对大家的那个多元的学习，这个或者是多元的兴趣，这个很好。那这是为什么我们提供各式各样的期刊给各位未来的同学们可以阅读的可能性。但是，终究就是在这些广泛的兴趣当中，你会找到两三个是你真正在意的，那个可以挖深。那这个在我们系统里面也有很多很专精的、很重要的经典的书，而且。
对于每个哲学家的作品，我们可能都有很多的不同国语言的译本，日文、英文、法文、德文，可以让你参考比较。那这一个是就书籍的方面，那另外一个，东海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校园，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树木，这一点也非常值得大家可以来这边念哲学。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卢梭跟康德非常爱散步，他们如果不散步没有办法沉思，没有办法沉思没有办法想出好的论述，所以刚好东海很大，对，你可以有非常长的时间在外面沉思哦，就慢慢的走，那这是也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然后我们有牛，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想了一个论述非常的巧妙，但同学都没空理你，欢迎你去对牛弹琴哦，在那边你可以讲任何你感兴趣的议题，他们绝对不会反驳你哦，让你有大大的发表的好机会。但最最重要的，本系最重要的一个资源，当然就是我们有非常多有趣的大脑，我们有做原始儒家的老师，做新儒家的老师，我们有做分析的老师，我们有做欧陆的老师，我们有做动保法的老师，我们有做还有环境伦理学等等，就我们的领域非常的丰富。那这些有趣的资源其实都聚集在每个老师的头脑里面哦，只要你能够进来哦，你就能跟着这些老师悠游在他的世界当中。对东海来说，就是我们不止言教，我们也重视神教，所以你伴随着老师越久，你其实可以从老师身上挖掘到越多有趣的地方。大家应该都知道爱因斯坦的大脑，每个人都争相的抢夺，因为要知道里面那个大脑怎么可以这么聪明的秘密哦。那这里聚集了非常多有趣的大脑，这是我本系最珍贵的资源哦。那也希望未来同学们可以好好的挖取这些有用的东西。好，谢谢我们的怡凡老师，也希望就是你们的可以好好的探索你们自己，然后让你们的大脑可以就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就是在这边就是你什么天马行空你都能想，只要你敢提出来，你有一定的论证的话，那其实在这边其实不是不可行，你还可以跟那些老师可能去辩证，然后可能上课上一上就有可能吵起来，但是其实还蛮好玩的，就是对对，那就这样，那今天就谢谢我们的怡凡老师，拜拜拜拜。其实提到的都是关于书审还有面试，还有我们这边是有哪些资源可以供未来的学弟妹参考。那现在呢，就是我们请到我们的大学长文斌老师来帮我介绍说，读了哲学系之后，未来可能会有哪些发展，或者是我可以有哪些面向可以去让自己去学习这样。对，好，谢谢方宇。未来你们可能的大学长，如果你们顺利进到东海大学哲学系来的话，那因为我本身也是东海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那关于刚才方宇所问到的问题，我想应该这样回答，就是哲学系啊，它在国外，我们先以国外来看，因为本来哲学就是来自于国外的一门学问啊。那据比如说英国在2013年到2014年有一个就业网站的一个统计啊，在英国的15大专业的一个学科里面啊，他们统计出来当年度哲学啊，在毕业之后的起薪，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啊，它是在排名前5的啊，甚至呢远远赢过一些大家印象中会比较高的像法律啊这样的科系。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呢哲学的训练啊，使得在就业上，如果我们从就业角度来看的话哈，会有很吃香的一个地方。那个吃香就展现在我们哲学啊，其实是在面对问题、思考问题，然后如何可以很合乎逻辑的好去解决相关的一个问题的难题了哈。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时候，那去到社会里面哈，你会发现你不管在哪一个领域工作哈，处理问题要能够很合乎逻辑的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哲学的训练会使得你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再加上其实哲学也不是单纯只是一个思考的训练而已，因为哲学会针对现在影响我们人类的不管哪一种政治体制啦、价值观念啦、那个背后的根源是什么，那这些基础的观念背后到底在讲什么，会有很清楚的一个介绍。换言之，其实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面所生活的，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制度底下啦，或者是一个相关的价值观念，其实背后都有很深的哲学影子。那你对哲学能够很好的学习之后啊，你就可以了解这些观念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那它为什么会影响我们，那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底下，当然你在处理问题上面就会比起其他学科来讲会有更大的优势了。另外的话呢，当然这几年其实这是国家的政策了，大家都一直在鼓励同学能够跨领域的学习。那当然我们哲学系也非常鼓励同学除了哲学这个本科之外，可以去参考所以学校其他科系，毕竟东海其实是一个综合大学，而且我们有九个学院37个科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资源哦。你可以站在哲学的立场上面，比如说双主修或者是辅系哪一个科系，来增加自己在学习上的广度，而这个学习上的广度如果能够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上，那在未来的就业上面一定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所以这个是大家进来哲学之后其实你可以期待的，如果你真的喜欢哲学，然后呢你也愿意在这边好好学习，相信你的未来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好，谢谢我们的学长。那这样听下来，其实就是哲学系就是一个很自由的科系，因为它不会局限你想要学习什么。这也的确跟我想的很不一样，因为它是的确是真的很自由，但是不会说自由到你就可以彻底的放飞自我，但是如果你想放飞也是 OK， 哲学不会就是局限你的。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多元化发展，像我的社团或者是我的学校社群，我也积极参与。所以说虽然感觉好像很忙，但是我意外就是让自己蛮充实，所以不会有我当初进来的时候我自己预想说我该不会进来之后哲学感觉好像很无聊怎样，但没有，因为这样的空间下反而让我可以拥有那个足够的空间去自我发展，所以让我就是也意外学到很多东西啊。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也是一个超，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的选择。但是我就觉得，我觉得这挺好的，所以我就还是进来了。对，就是这样。好，那讲了那么多，就是我们就是也欢迎我们的学长。对，那就是也欢迎大家就是可以进入这次的 Q&A， 然后可以对这个戏就是可以稍微有认识，然后就是可以进来当我们的学弟妹。但前提是你要对这个科系。哲学系或者是哲学有兴趣好不好？那主要就这样，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文斌老师，谢谢辛苦了。